我呀，我是咱们弄小九九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是在酷毙喽，嘿嘿，带回家，还没有多少点东西的铁铁们呢？小猪开始爬了啊，看这种沙地儿嘛，就直接爬。哎，你看有个洞啊，那我洞啊，应该就是竹叶秤的洞，好好玩的啊，打点盐吧，你就数个一二三。他自己出来，看看呀，在动弹呢，嘿嘿，哎呀，这家伙，哟，丢球了，看看呀，哇塞哇塞，我这个天哪，大猪鼻子，啊，猪鼻子出来了哈，他不用出来啊，这不太够啊，咋点儿，我这步步高升，过瘾，你看看大不大，哇塞，这竹叶秤啊，一直又好吃又好玩的海鲜呢哈。喜欢大海点小红心，看我直播了，可以玩哦。